8的，我看一下设定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酱博芒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自由接案工作者的一天是怎样的。那首先呢，早上我会查看我的信箱，看一下有没有厂商的回信，或是我忘记回的来信。之后呢，我会去网站上面找一下 reference， 看一下动画可以怎么呈现会比较好。那制作动画的部分呢，会留到中午之后，也就是大概1点到9点了。